的后舍，我们两个新茶比新星同盟。那么我们今儿进来玩第二关，甜甜圈吐血。哎嗨，好熟悉的感觉，但是我后面的仨玩意应该没见过哈。看他们一脸哇大城市的样子，我就明白了嘛啊！来，那么今儿呢，就让我来当导游。哼，跟着我的火箭，好，往前走。哦，前面有一个是水，大哥，别动。哇、哦，足，那、没事哈，我们再往前，哈哈。哎，如果这个不是，你们能不能慢点啊？哈，哎，就好比说前面有一啊，我们走吧，哈哈哈。跟着我的火箭好不好，我平常心就和往常一样笑一笑，一切都过去了好不好。哎，这边切开筒子往前走。哇哦，一个转动的一个头。哇，好的，他们都把我灌掉了哈。哇，非常给力的队友啊。哎呀，哈哈，我终于接了一个水势能力。换个啥好呢？哦，就换这个雪人吧。我搞定了，哼哼，阿拉伯水龙，嘿嘿，往前走，哇哦，托特曼，吼，把他们化为泥巴，哇、哦，骚气，呵呵，天女散雷呀，哈哈哈，呀，看我的烈焰劈，哇哦，坐过山车就能下去了，哈哈，虽然说以前坐过，但是再坐一次也没有关系，到这儿了，嚯，给我冰的能力，水也可以，快给我呀，哇、哦，水剑 ，Water Sword。嘿嘿，哎，往前走，什么玩意撞了我一下，大哥？哦，看我来灭火 ，nice！ 哎，这上面好像可以接个心来着。哇，血，哈哈，不出我所料吧？哦耶，接着往下走。我虽然没搭上这个小土堆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哦，往前走，莫回头，降他们一波温。哇哦，哼哼，瞬间铲除了。哎，我这个剑长得好奇怪呀！感觉跟个喇叭似的，我的天哪！好，我们进入下一个场景。哎哎，哇，又一个水龙向我冲了过来，啊，看我削死你丫的！哎，话说我有什么能力没有啊？呼呼呼，哇，灯笼斩呀！哇，好，接着往前走，哇，看我当穿风刺，去！哇，一次全挂。哇，爽爽哒！好的，接着往前。哎，又是几个燃烧的木头。嗯，不要在乎那么多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我能力没了吗？哎，还有啊。哇、哦，这上面有啥吗？啊，没有的。哇，嘿嘿，砍死一个，还下去那么一波。哇哦，这有好几个木头。等会儿，哇，他们挺自觉哈、啊，帮我先把怪给干掉了。嘿嘿，哇，有好多吃的，来亲在我嘴唇上加一波血。啊啊，搞定了。哈哈，嗯，哦耶，进门。好了，我现在要换一个能力，呵呵，来吧，哦 ，Lightning Sword。哎，不是大哥，切换能不能慢点啊？来，再来一个啊，可以了。呜、小石头，不是，我想吸他的啊，也行吧，哈哈，前面应该还有哈、我们不缺这一个。哦，上面有这个东西，哇哦，哼，有了石头的能力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啊，来一波滚石，什么情况？不是大哥。我还没有想变身流水冰湖，哇哦，我是要滑水下去吗？怎么就滑不动了呢？就失速了哦。好，我们下去吧，你直接变石头。哇哦，大哥，你怎么又把我弹回来了呢？好，没事哈，哈哈，可能他还不熟悉我的流程。好了，现在可以滚下去了。哇哦 ，nice， 懂一波那个木桩。哇哦，哎，又是这个机械星球的机器啊，哇、哦，好怀念。哎，接着往下走，哇哦，几个拼图。哎，回去那么一波之后，向前抽风变石头，哇，一波滑下去，哈哈，看我的伙伴大转轮，哇 ，nice， 哈哈，非常的顺啊，哈哈，哎，这里，哎，没做着哈、啊，完美的避开了，没事啊，呜呼，好的，一个特殊的门，进去，喂、想必这里面是要变成冰湖了吧？但是它上面提示说我们要冰的能力是不？哎，如果我丢别人会怎么样？我试试看哈，比如说把这个石头来一波，换个啥好呢？啊，就换个火焰吧。接着呢，我借一个冰的能力，哇哦，来小石头，看我喷你那么一波哈。哎，没用吗？啊，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到这儿了，哦，加上冰，哇、哦，骚气，我还能给我队友能力。滑溜溜冰湖，走吧！哇、哦、，nice， 哈哈，呀，好多东西，
发财了。嗯，哎，接着往回走，我要一波冰的能力，我还能溜个冰是不？好的，下一个场景，不知道前面有啥等待着我们，往前冲！哦，我如果喷你，你能不能变成一个冰石头啊？他挂了。哇哦，雪人喷雪人，妈耶，雪人都能被冰住，哈哈哈！哇，这是奇了怪了，哎，哦耶，再往前面走，我不是大哥，我想来一波冰块，哎，没有啊，啊，没事哈，好，冰壶，来吧，向前面一喷，哇、哦，骚气，哈哈，这喷没影了呢，啊，又闪回来了啊，也行了哈，哇、哦，但是这边，来吧，哼，冰壶就位，哎，大哥，壶啊，弄死你们，哎，等会儿。啊，再救一波位啊！好的，加射冰块，哇哦，骚气！嘿嘿，接着往下走，哦，就是两个大蛋蛋。哎，不是大哥啊，挺自觉呀，啊。呜呼呼，往下走。嗯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又可以用冰壶的能力了呢？好的，来吧，喷那么一波，哇哦，转过去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是回来砸我的吗？呜，又是两个大蛋蛋，看我的！呀，先灭一波火。嗯，成功剿灭。哎，这里又要用到冰壶了。来这边，好的。嚯，拿起你的爱心，给他一波。哇哦！哎呀，好多东西呀、啊！哈哈哈，还有一个特殊拼图。噔噔噔噔噔。哇哦！接着往上走。哎呀，那怎么他们两个又刷出来了呢？嚯，弄死了之后，进入这个门，往前走，莫回头。嘟嘟嘟嘟嘟。哎，这个地方好像不一样。哎，这什么玩意？哇！你们等会儿，哼，我要舍弃一波能力哈，看我把它吸回来。哎，变身，所以我变了啥呢？庆典什么玩意啊？哇、哦、哇，跳舞了！哼，热情庆典，攻击提升。哇，四周的敌人都挂了。还有这个能力的吗？但是我怎么啥能力都没了呢？我奇了怪了还。嘿，这什么东西？一个大钮子。哇。所以呢，梦幻神殿开放了，按下大开关，世界地图上的梦幻神殿开放了。哇哦，这个广告语似的，不知道为啥。哎，往这边走，上那么一波，进入这个星星门。哎，话说这关有没有 boss？ 哦，我出来了。嘿嘿，哎，不是这么快就到了这个关底了吗？啊，没事啊，我们接一波能力。哈哈，哎，这啥玩意？要变成水炸弹了吗？哇哦！冲击炸弹，我丢一个试试看哈、啊！哇、哦，好骚气！哈哈，好过关！哼，又要跳高了啊！我跳跃 ，nice！ 一一一啊，二啊啊，也行吧！哈哈，呜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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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来，让我们看一下拼图。哇哦，啊，还差很多、哦呵呵。呀，这怎么就一块呢？哎，那我的特殊拼图呢？啊，来了。还是看不出来一个大致的形状，呵呵啊，管他呢，我们继续啊。哎呦，哇、哦，新的关卡，蜂蜜蜂球，哇，感觉好大一个球啊！我天，哎，梦幻神殿，等会儿我继续看一下啊，或许能遇见梦幻般的那个角色。梦幻神殿已开放，哇哦，哎，这关的东西已经都收集好了，嗯，接着去梦幻神殿，哦，哦，呵呵。金碧辉煌啊，所以那啥玩意呢？一个法杖吗？这里是梦幻神殿，你可以在此用特殊物品梦幻神杖与梦幻般的那个角色相见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来我们接他一下。哇、哦、小魔仙全身。哎，等会儿啊，就一个呀？那你搁这滚这么半天干啥？哇，头巾瓦德鲁迪。我看看哈、啊，换一个啥好呢？哦，把石头换走。啊，就是一个拿毛的是不？我有新队友了。赢了美军人道士吗？我们下次见，拜。